属于海岛型的气候，每到冬天湿冷的空气一吹，体感温度就会让人感觉加倍的寒冷。但到底在冬天能不能够让人像看韩剧一样有舒服又浪漫的感觉呢？哎哎，娟姐，哇，娟姐你家很漂亮耶，而且一进门就有一股很阳光的温暖气味耶。来来来，我们进来再说。哎，你看我家很舒服吧？对啊，而且为什么你家可以有被太阳晒过的温暖味道啊？你还记得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发现了一个新法宝吗？刚好今天你来我家，我就来开箱给你看。Philips 塔式暖风机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啊，现在冬天快到了，你是不是有想要来看一台暖风机呢？有啊，但台湾天气那么潮湿，开暖气机还要开除湿机，我觉得投资也很伤荷包哎。我跟你说，其实现在市面上呢，暖风机的选择真的很多，我相信你一定有所谓的选择障碍。但是呢，我今天就要推荐给你这一台，它同时又有除湿又有暖风效果的 Philips 塔式暖风机。哇塞，娟姐这个很厉害耶，怎么一打开就有那种太阳晒过棉被的舒服气味啊？对，这就是我今天呢要给你开箱的 Philips 塔式暖风机的功劳。哎，你先看，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这种现代风格的装潢，我觉得啦，它的银黑色系的搭配，其实我觉得在我的装潢里面非常的百搭又好看，跟你家超配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觉得你看，在市面上暖风机我很少找到这么轻巧又是直立型的，它的底座呢还不超过一张 A4 纸的大小，所以其实完全的不占空间。再来，还有我最喜欢就是它这个，对，我刚才一直在看它，很像精品，就是一个很有质感的 PU 皮质提把，你可以呢就提着它，想要暖到哪里提到哪里，其实非常方便。嗯，真的，这不止时尚，而且还超级不占空间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它的功能很方便，很多元。它呢总共有三档的调节温度，平常它可以当自然凉风，再来看暖风的时候，它有两档哦，可以选哦，一个是暖风，一个是极暖风。寒流来的时候呢，极暖风功能就派得上用场了。对，而且我超怕冷的，我感觉我超级需要它。我跟你说，它还有多达100度的超广角摆头，所以呢，可以让你从头暖到脚，全身都暖乎乎的哦。它完全符合我的需求哎。不过娟姐，像我这种懒人啊，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上不想动。我跟你讲 ，Philips 帮你想到了，它这一台还有遥控器，对你就可以呢躺在床上或是躺在沙发上，对着它用遥控器直接控制就好喽。而且我觉得它的暖房效果，这是我不得不说，非常的让我满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 PTC 陶瓷恒温的技术，它不会让你感觉忽冷忽热，而且它的顺热效果非常的棒，开机3秒顺热。再搭配上呢是 Philips 它的风轮哦，其实它可以透过它的一个摆动，然后让整个房间都快速达到暖房的效果。不过娟姐，像我这种三 C 白痴，最怕按键太复杂哎。哎，我觉得它不会耶，你看它旁边这边的一个按钮啊，我觉得其实非常的一目了然，很简单，就开关键、摆头键控制温度。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是，它有3段的一个定时。你看哦，你可以不管是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啦，4个小时的办公，甚至它最长可以长效定时到7个小时。对你整个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，它都把你整个身体吹得暖乎乎的，然后时间到了，它就会自动关机。你这样很省电耶！而且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用害怕有安全的疑虑，它本身就有一种倾倒断电的设计。其实呢，它把一些阻燃的一个设备都做得很好，让大家可以安心使用。哦，所以等于如果它稍微歪斜之后，它就会自动断电。它就会自动断电了。那真的很安全耶！而且问你哦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点光线都不能有？对，我只要有光我就睡不着。哎，我觉得这台它有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哦，就是呢，你只要3分钟没有操作它，它这边的指示灯就会自动熄灭，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怕被恼人的光源给干扰睡眠了。哇塞，那我真的很需要它哎。不过娟姐，我家现在还有一个最大问题，其实是浴室，因为你有对外窗，所以就会有湿气很重，会有点霉味，就不知道怎么。好，那我再带你去看我的另外一个法宝。来来来，带你看，
就是它，我的法宝。哇塞，娟姐，你家浴室味道很棒，一点霉味都没有哎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超级怕浴室啊，又潮湿，然后又阴冷。其实这台来了之后呢，我就觉得说我整个浴室干干爽爽、舒舒服服的，好像每天都在五星级饭店洗澡的感觉。哇塞，那娟姐这一台是？这台呢就是 Philips 的壁挂式暖风机。我跟你说，它就跟外面那台塔式暖风机一样，它也是有即开即热、瞬间暖房的一个效果，而且它有1200瓦的大功率设计，所以它暖房的速度非常的快。再加上呢，我觉得它跟一般我曾经买过的暖风机不太一样，它吹出来的风呢，因为有个特殊的小设计，是非常温和的，不会那种直接冲着你一股热气，这很可怕。对，来给你看看，你看有没有很像偶像剧的女主角？太美太浪漫了吧！我以后要来你家拍完美照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它跟外面那台塔式暖风机一样，不用预热，它导热的速度非常的快，一打开马上就有澎湃的暖风迎向我。哇塞，难怪我来到这边这么干爽，感觉让我觉得好羡慕。娟姐，我要住你家。还有一点我一定要跟你说，我觉得为什么它这台非常适合放在浴室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呢，这台暖风机它其实本身具有一体化的防水设计，所以呢，你比较不用怕说，你真的泼到水它会坏掉、会宕机，完全不用担心。而且它机子本身呢，稍稍做了一点点很特殊的倾斜设计，你就算放在地上，一边给小孩啊、给毛小孩洗澡，其实就算水淋上，它的水也不会自己跑到机器里面造成坏掉、宕机的状况。对耶，因为通常浴室比较潮湿，所以它会坏掉。那它这个很方便。这台还有一个重点哦，它是多合一的安装方式，也就是说呢，我的浴室我如果已经装潢好了，我不用去破坏原本的装潢再去敲瓷砖，它也没有很复杂的管线安装，它其实呢就可以这样子，像这样直接挂在毛巾架上面，或者是呢这个提把可以拿来让我到处在家里面到处带着走，就算旅行也很方便哦。这真的太棒了吧！像我常出外景，有时候如果制作单位安排到的旅宿没有那么好的话，一进去会有那种让人发痒的发霉的味，我真的要把它带走我跟你讲，既然你真的想把它带走，我还有个地方要特别强调，其实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，因为它也跟外面的暖风机一样，它的安全材质做得非常的一个细心，它是全机的阻燃材质，而且呢，如果它有过热的情况，它也会自动关机、自动断电，让你用起来更安心放心。不过娟姐，我还有个问题，像是它只有热风嘛，那夏天的时候会不会太冷？我觉得这就是它好用的地方，它跟我们刚外面看到的菲利斯塔式暖风机一样，它其实呢有自然风、暖风还有极暖风的设计，等于它也有三档的一个温度可以来进行调节，而且呢很棒的是它也有定时的功能，还有就是你刚刚非常喜欢的远程遥控器，其实呢你就算浴室比较大，你也可以直接这样按着做设定。还有它的价格也很实惠哦。有这么好的东西，你赶快带我去买啦！还是你这台可以给我？太少了，你家晚上在哪里？帮我东西带回去吗？